是小美，我是小智，一起出发。每当你许下愿望，三只松鼠为你护航。小酷是勇敢队长，小美是聪明智囊，小尖偷懒最在行。我们出发，我是小酷，我是小美，快做出梦想。我是小智，三只松鼠就在你身边。你的蝴蝶结是掉进这里了吗？是的，但是里面好黑呀。没关系的，咱们手拉手一起进去找吧。太黑了，小酷你还在吗？我在，我不怕，我勇敢。那是什么？小健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在里面干嘛？这里安静有阴凉，睡午觉最舒服。你俩胆子可真小，哇哇乱叫，把我的美梦都……还没有呢！哼，那你们现在还敢进去吗？切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只要鼓起勇气，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们。主，请立即到指挥室报到。有任务，快走！哟吼！佛国主人，松鼠小队前来报道。辛苦了，松鼠们。这次的任务目的地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。这几天，内蒙古大草原上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。那达慕？那是什么？我知道，就是大家一起吃东西的大会，大家会一起吃奶干喝奶茶。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庆祝丰收的盛会，除了吃东西，人们会进行骑马比赛，还有被称为伯克的摔跤比赛。这次许愿的小男孩叫阿木尔，他希望能赢得伯克大赛的冠军。耶！任务收到，三只松鼠立刻出发。小健，我们可不是来野餐的。阿木尔，买了什么好吃的？拿来给我尝尝。给我。包图。给你。那么香喷喷、甜丝丝的奶干就这样被拿走了。小健，别想着吃了，快去追小主人。阿木尔小主人，你们是愿望岛的三只松鼠？没错，我是最酷最快的小酷，我是力大又可爱的好小燕，我是小美。太好了，可一想到要和巴图比赛，我就有点害怕。你比巴图要强壮那么多，怎么会害怕他嘛？你们别看巴图个子不大，但他的哥哥是伯克冠军，他也是个伯克好手呢。阿
木耳。只要你鼓起勇气，勇敢面对，什么对手都能打败。你身体强壮，只是缺了些搏克技巧，只要找些资料学习一下。愿望榜上什么资料都有，我立即请乐儿提供支援。乐儿主人，三只松鼠请求支援。嘿，小美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？乐儿主人，我们需要最新的搏克技巧相关资料。让我看看。计算机，给我调取最近几年所有搏克的影像资料，整理资料中所有的搏克技巧，合成教学资料，正在处理中，处理完成。我这就将整理出的资料发送给你们。只是学习技巧还不够，最好能有人和小主人实战练习一下。开心最重要嘛，我不擅长播客的。大哥，没有人比我更懂播客了，只能变身。太神奇了！天空中的雄鹰在歌唱，草原上的勇士甩开臂膀庆祝吧！为那鹰石的粮仓，我宣布搏克大赛开始了。那么先开始青年组的比赛吧。左边出战的最杰出勇士，草原上的雄鹰，连续三年冠军蝉联者，号称大力神转生的哈登巴特。胡哥哥加油。哈登哥哥这么厉害，还好我们报名的是少年组的比赛。至于右边是来自阿拉善盟的勇士，健壮如同骏马，威武如同苍狼的阿木尔。我报名是少年组的比赛呀。阿木尔，你的身高和体重已经达到青年组的标准，比赛必须公平。阿木尔，你要是不敢就快点弃权吧，别浪费我们比赛的时间。我你要是不敢就快点弃权吧。只要你鼓起勇气勇敢面对，什么对手都能打败。不，我不弃权。巴图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草原上的勇士是不会逃避的。好，比赛开始。就是这样，巴图，气势不能输。气势不错，实力相差太远了。再比一次。三局两胜，你已经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比完三局。
冠军是哈丹巴特尔，他是草原上当之无愧的勇士。开心最重要，开心最重要，你不要不开心嘛。如果在少年组，你绝对是冠军。获得胜利的是勇士，敢于挑战的也是勇士。阿莫尔，上来。只要和阿莫尔一样，有了这份勇气，就是草原上的英雄。这就对了，你和我历史结局一模一样。可恶，你又想干嘛？请你们向阿莫尔转告我的歉意，我不该欺负他，那不是真正的勇士该做的事。小主人输掉了比赛，但用自己的勇气折服了对手，赢得了巴图的尊重。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。说的没错，三只松鼠任务完成。嗨，小朋友们，知道什么是勇气吗？勇气就是要不怕困难，面对心中的恐惧哦。你有没有怕黑呢？有没有怕一个人睡觉？我就怕没有好吃的。小朋友们，每个人都会害怕，但不要被这些害怕的东西吓到哦，鼓起勇气面对它，战胜它，你也能成为小勇士呢。你有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呢？可以告诉三只松鼠哦。我们在松鼠小镇等着你。有愿望找三只松鼠。在梦中心愿歌唱，心愿如星光闪亮，东方日出鼓声扬，西方山河人飞扬，北方白雪盖城墙，南方今日映海洋，一起将爱洒在每寸土壤。用左右小刀把快乐传递四方，西湖断桥上仰望江南水乡，蜀道黄河在飞翔，孙河也古色古香，三只松鼠为你领航，用作神秘之道，让梦想茁壮成长，风吹草地处出现